先跟现场的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大家好，现场朋友大家好，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没有啊，很开心啊，就是新年的时候有工作，就是一年的好的开始，真的开始嘛，对，没错没错，情人节也刚刚过哈，啊，那你的情人节过得怎么样？怎么了？洪先生有没有表示？哦，蛮好啊，我一天要工作，是，真的很开心，要工作很开心，是啊。是是是，所以不管有没有情人，哎，这情人节期间工作跟一般好同事相处也很开心，对不对？嗯，是，说得好。好的，那陈山聪，哎呀，怎么了？不得了，因为我听说你的歌艺，你唱歌唱得很好。没有啊。今天因为前辈，你知道吗？我知道前辈，你是谁吗？你不是前辈吗？我刚进入，我从小的时候都已经看你的戏了。你们不要推来推去，两位都是实力派。什么实力派？实力什么？实力偶像派呀！他是偶像派，我是偶像实力派。歌唱的实力派，对不对？歌都唱得好。现在还是过年呢。嗯，我相信香港也有一些过年的歌曲，对不对？有吗？有啊。可不可以唱一小段给我们现场的朋友来瞧一下气氛，好不好？他一唱就会表露他的年龄了。哎，怎么会？我们都已经知道，我心照不宣。现场的观众看起来好像是全都是90后的，然后一些歌小歌。不关系啊，开心就行。对，开心就好，好不好？这一段，一段好不好？财神到，财神到，好神的好哦！财神哇，财神哇，欢庆好前路！财神到，财神到，好彩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怎么？怎么？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歌。角色，我究竟可以带什么新鲜感给观众？
二十岁就演到四十多岁了，然后我就有一点担心，就是还有什么的东西可以写下去呢？这样，然后当我就看到剧本的时候，我就一直看一直看，就看到一个点，我就不停的在哭。其实这个是我从演以来没有尝试过的，就是我不停的在哭，然后我又有一点恐惧，我就不敢再看下去，我就接受不到我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制作人黄欣蔚小姐她真的是很棒，她虽然我们是所有的角色都是同一个角色，但是她真的可以在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个新鲜感，都有新的创作在里面，所以我演的时候其实我也蛮期待那个剧集就播出的时候是怎么样，是，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巨轮二绝对比巨轮一更精彩，我个人觉得是肯定是，所以现场的观众一定要看哦，有没有看，谢谢，很快在我们 TPT First 播出，我们期待好不好，好的，再创收视高峰，好的，那 Natalie、是当然也交出了精彩的作品，你过了两部戏目前已经在 TPT First 呢播出了公公出宫，对，还有另外呢就是铁马，没错，是哪一部是你比较觉得有的发挥的？有发挥是两部也有啊，因为公公出宫我是第一次演喜剧，然后每一次我看到剧本都会笑到很恐怖，因为我真的演喜剧比较难一点啊，然后但是我在剧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很有默契嘛，我们已经演出过很多部剧，所以跟他们一起拍的时候就会他们教到我很多东西，是轻松一点，然后最好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遥遥的早期，因为他跟我自己蛮像的，然后在然后我是第一次跟 Benjamin 一起拍他，哇，我第一次看他原来可以这么搞笑，平常他是一句话都不说的，你问他一句他就说好没，那是因为你是这样的是吧，女孩子没法距离啊，是不是，对，因为怕洪先生会误会所以没人敢靠近啊，对，他说得好说得好，然后但是在开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很多新的东西去做，了解，所以因为你跟这个洪先生都是很专业的演员嘛，对不对？然后呢，你拍的剧他会看吗？当然要看，是，他有没有给过你？他有没有什么？他有没有给过你一些 comments 评语？应该他是在学习嘛？对，就是他是学习，就是Natalie怎么样说都是他的前辈了。总会给一点点的意见，只是老实说我知道他们根本不是太亲密了，这个你又熟吗，不熟不熟，你们不会见面，你们拍拖吗，不是、你不知道，有吗，没有，他们是拍拖但是不亲密的的那一种，只拍有时候是只穿心，今天还在过年大家不要说谎，拍拖怎么可能不亲密，有的，所以很奇怪，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真的，所以对啊，当那天你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那么奇怪的关系都可以有啊，真的，我真的觉得 Crystal 就像这个 Natalie 床下的那个对啊，对，我就是每天都跟他睡觉对啊，你怎么什么都懂啊，他什么都知道，对啊，是他什么我都知道，是因为他交不交往也是你决定的，他要看过，所以请问 Crystal 跟你讲什么，当你说那个洪先生啊可能有一点表示，还没有说话还没有 pass， 所以要等一下Crystal 老师说了你有什么意见吗，针对他们两个可以吗，一起、不用不要现在说说的说的对我想好好说好了，那其实呢陈山庄也交出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啊，很快的连四部作品要在我们 TPP First 播出，不会太多啦，不会再多一点，是包括了比如说潮流教主啊，《城市意外》啊，《火星下的江湖大佬》还有《家》，对，哪一部是你的最爱？
你觉得哇，真的太酷了。我相信应该是姜吧。是。我跟 Grace 一起合作。嗯。因为在姜里面这个角色比较新鲜，对我来说，姜是嘛，没有演过。然后我是就是这个姜是大王，就是跟他的另外一半是很多对手戏。大戏很多，然后我们去了河南去拍外景，风景很美，大家一定要留意。是，大家期待，对不对？绝对精彩。是，那 Grace 呢？ Grace 巨轮二，你要跟 Crystal 合作，哇，那个压力一定大到。为什么？因为你有钱给人家压力吗？钱没有啊，我也是新人一样啊，对不对？你不是前辈，你是长辈。你不想回香港了是不是？什么呢？爷爷。Grandpa. Before I began shooting, I was very nervous because, like, they have already shot Brothers Keeper 1, so everyone knows each other. But I was new, so I was like, okay, how am I going to interact? But then Crystal was always just trying to be, you know, friendly with everyone, and she was like talking to us and telling us not to be nervous. So very quickly.It was very easy to like get into the drama with her. So you're telling the truth. You're not telling it. Yeah, but don't say that because she's here. Yeah. Yeah. Don't be afraid. Before, 还有你有留意到他一直说话都没有望过我一眼吗？对，我都讲了，你看我离这样远，我是有点怕。所以你就是看到他的脸。We're okay. We're okay. 你看，你看我在。你看到吗？And then when I leave, I'll say sorry. I didn't mean to. I'm so sorry. 你看演员是这样的，面和心不合都是这样来的。好了，那黄浩然呢？警犬八达。警犬八达是一部浪漫又轻松的一个电视剧吧。是。看的时候也很开心的，因为是一部喜剧吧，所以就。跟黄宗泽还有就是朱千雪也有很多很搞笑的一些戏。是好的。王浩然跟我说啊，他其实争取了很久想要当那只狗，因为他觉得那个主角才是狗。对就是这一季一直不让他当，他只好当喂人，所以有一点希望。对，说得好，很了解我。是所以巨轮你本来想要当那个龙的。对啊，